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是印度佛教思想史讲义，那在我们的中册那么第十一章的第九页那么讲到初期如来藏说的特点初期如来藏说。那么因为我们这一章呢进入了所谓的后期大圣后期大圣，那初期大圣呢以中观为主，到后期呢就是唯识跟什么跟真常虚妄唯识系跟这个真常唯心系所以呢在真常唯心系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真常唯心系它是不是比较讲这个如来藏如来藏所以呢在早期初期的这个如来藏的特点这里讲到说是我，而且是有色的，是不空的，而且是有所依的乃至于呢这有这四个特色，后面呢都还可以看到有一依，有没有？有一地，有一界，一圣，有没有甚至这个一涅槃涅槃，那么生佛一如，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有我，然后呢会有所依，乃至还是不空的。这个跟我们前面初期大圣讲的是不是正好相反啊？有没有我们初期大圣以这个般若经典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的这个性空在否定什么事情缘起性空的空的性是在讲什么？自性的存在嘛，对不对？那何谓自性的存在？单一性的是不变的，是实有的主宰的，为什么叫性空呢？是不是就是在否定？为什么叫空？是不是就要否定这几件事情啊？所以反而要理解这个是不容易的，对不对？要理解，要去除我们的单一不变实有的主宰性是困难的。看后来发展发展，是不是又回来了？回到一上面来，回到实有主宰。这个我本身是不是有相当大的一个主宰性啊？而且是有所依的，有所依，跟这个不变实有也是有关系的。把这个。我们破除这样子的一个依靠不然我们一直会以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而且是有端点的，甚至是我们能够去主宰的一种特性，有没有？这个其实是我们非常深沉的这种错谬所以呢，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叫做什么？性空。这个性空并不是到初期大圣才有的，其实我们说在佛陀那个时代是不是佛陀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所谓的无我，乃至于因缘法，乃至讲 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是不是甚深的空义啊？那现在这里竟然讲的是什么？是不是不空的？其实我们反而不容易接受空啊，是不是？所以到后来是不是又发展回来啊？当我们的法义衰败的时候，其实我们本性的那个自性妄执啊，我们的自性妄执又会起来的，对不对？自性妄执会起来，所以你看这里充满了依，充满了我，充满了有所依的，充满了什么？不空，有没有？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如来藏嘛，这个东西我们很想拥有一个无始劫以来就本具的东西，本具的什么如来藏，有没有？这是不是摩尼宝珠啊？所谓的摩尼宝珠就是说它是清净的，而且它是本来我们就拥有的本具的是一个不变的是一直跟随着我而来的，这样能理解吗？其实这是如来藏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说后期的
这个大圣其实是衰败的状态。好，应顺导师就告诉我们，初期大圣是什么？少壮年代嘛，对不对？初期之前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是不是从诞生到什么童年？之后初期大圣是什么？少壮。到后期大圣是不是衰败？到命辟大圣怎样？老死。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后期大圣，因为也有如来藏的出现呢，其实是一种渐衰的状态，是不是又等于又回到了我们的什么自信妄执上面来了？所以初期大圣的这种性空啊，缘起性空不二中道是可贵的，反而是可贵的啊，它是一个这个发展到这个最高峰期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一直讲，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观念是从什么？从原始佛教的阿含就来了，对不对？就开始啊，原始佛教的阿含，部派佛教里面的什么阿毗达摩，乃至于初期大圣经典里面的般若经典，是不是都在讲空啊？其实都在讲甚深的空义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哎，如来藏竟然在讲不空，有所依，有我，有没有？乃至于不断的出现了依，这是我们的自信妄执啊，又再度的萌发起来。所以我们说，也要相当的用功，或者在慧学相当的下功夫，我们才能够去接受这个东西。啊，当我们的这个道业如果这个退步了，或者我们的那种凡夫心呢，啊，凡夫性一旦起来的话，这些自信妄执是不是就跟着起来啊？其实是会不断的跟着起来。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在讲性空性空性空，就是在提醒着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落在单一不变跟什么实有的主宰性上面，很容易哦，而且是不自觉的啊，是不自觉的。而且这个还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的那个风气啊。所以这里就讲到如来藏说的特点是什么？是我的啊，是有色的，是不空的，是有所依的啊。所以一旦讲到有我的时候啊，有我，因为我们还是习惯有我，讲无我是不是反而不习惯呢？啊，佛陀那个时代是不是很多的外道也都在谈论这个我？印度其实很早就在思考这个我到底如何解脱啊，在生老病死、生死轮回当中如何跳脱出来？所以很多的外道提出有什么大我、神我、泛我、真我，不管什么我都是有我嘛。我们是不是习惯有我啊？唯有佛陀提出无我啊，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个我竟然又出现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会多少神话啊？就是因为会扩大这个我嘛啊，这个我、神我、真我、泛我、大我啊，其实也不过就是这个我的一个什么扩大。一旦扩大的话，其实神话人格也会神化的啊，也会神化。那再加上啊，当我们这个失去了这个佛法的本质，佛法的本质是在讲什么？是不是在讲无我啊？哎，所以我们说，哎，大乘佛法不是不好啊，是因为它的包容度很大的时候呢，它就难免会摄取了其他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怎样？是不是要还原回去啊？啊，要知道我是性空的，啊，是无我的，不然的话我们会不断的被这个我所怎样，所去这个不断的去扩充的哈。所以呢，到初期如来藏说，这虽然是后期大圣，不过这个是如来藏的这个开始，又在萌芽的状态，那么就是在强调这个我的这个摩尼宝珠啊。所以像不增不减经啊，那么也称为众生或菩萨如来里头已经比较不再去提啊，就是这个啊，这个等于说比较在这个我哈，甚至也开始谈这个如来藏啊这样的事情啊。如来藏它会有所谓的空与不空哦。好，那这里就讲到是有为行与无为功德的对立，然后这里的标点有点错误哈。所谓的空与不空是有为行啊，还有呢无为功德的对立，后面才逗点啊，前面逗点应该去掉。也就是所谓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
啊，所谓的空与不空，如来藏的观念哈、啊，比较在不空的状态啊。比方我们现在画的这个如来藏，啊，以如来藏的观念说，这个是不空的，因为要拥有嘛。因为真常唯心系，它是不是在有上头啊？唯识唯心系其实都比较重相有，重相有，所以他对无为的功德会认为不空。那什么是空的呢？因为他被客尘所染的外头，他会说：“哎，这个是不存在，这个是不该存在的，是不是要去除外面的、啊，然后来显发里面的？里面是不空的，外面是空的。”等于说要去空去有为行，这是不是因为有为法而染上的？它这里面本有的这个东西呢是不空的、哦、虽然它很清净，但是我们说啊，它是清净而且是什么？是不空，因为它站在有的立场，有的立场是不是就会不空啊？好，所以会有所谓的空与不空的问题啊，所以在圣曼经里头其实也讲过啊，会有空跟不空啊，所以这个不空，所以以如来藏会强调那个不空，因为是这一颗摩尼宝珠本身是不空，一旦这个空的话，就会觉得哎，那不知道立在哪里，所以它还是会有所依、啊、会所依。我们不惯，我们反而不习惯无所依哎、欸。如果告诉我们有一颗摩尼宝珠，我们是不是比较安心啊？我们就依着这个摩尼宝珠就好了。如果说连这个，如果以性空来讲，是不是连这个的执着都要破除？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有或者没有，而我们不应该养成对所有所依的这个部分去怎样去仰赖嘛？好，因为我们有所依就会有所执，有所执是不是就会有杂染？有杂染，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体会清净无染的什么涅槃的境界。真理的境界，真理的世界，它是不是无为法、啊？佛陀也讲嘛，佛若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对不对？啊，真理的现象是不是本然就有啊？无始劫以来就有的。无始劫以来就有的，它是无为的，不是有为能造作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创造它的，不管我们下多大的功夫，我们没有办法去塑造一个什么叫做真理的现象，有没有办法？反而是要去除我们的任何的执着杂染，是不是才有机会去触碰到啊，也才有机会去触碰哦。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去放下执着，那就要无所依，因为我们是不是有所依就会有所执着啊？其实有所依就会有执着的、哦、啊，以中观来看待的话，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三系来讲哈、啊，会有了义跟不了义的问题、啊。好、啊，何谓了义呢？所谓的了义，是不是就是要能够达于解脱涅槃的境界叫了义啊？要能够去触碰到真理的现象叫了义，那何谓不了义呢？是不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方便善巧的方式啊？当我们还没到达之前，那当然就要有所善巧方便嘛，对不对？啊、哦，比方我们现在用语言文字，是不是也是有所依啊？还是有所依，但是我们说不要被文字绑住啊。对不对？它是一种工具，我们有所依，但是是不是能够到达的时候，那么从此岸到彼岸，那个波瑞船是不是还得放下，还得抛下才上得了岸，才上得了岸。好、哦，那以波瑞中观来讲的话呢，当然我们还是会去善用，但是那个心情上并不是完全非它不可啊。哦，而且不是依赖在这上头，不是执着在上头，应该说是透过文字波瑞，是不是就应该要有观照波瑞啊？观照波瑞本身是不是就在脱离文字，而看的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哎，比方生活的这一切人我当中的
啊，四季的变化，山河大地的变化，这些是不是都在讲无常法、啊？是不是都在呈现性空啊？并不是只有语言文字哦。啊，但是如果说如来藏他的这个根本的特质，他就是有所依，其实我们并不容易放下，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哎，就是要依赖这个东西。当我们不依赖这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就会这个会觉得好像这个非常的惆怅，嗯，会觉得不知道要依在哪个地方，就好像说我们已经习惯有我啊，那佛陀一旦讲无我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呢不能接受啊？尤其是误会了无我的时候，哦，也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虽然有这个我，但是更深层的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它是无我的，对不对？虽然有我相，但是我呢不断的在变化，我呢是没有办法完全去依靠的。但是当有我的时候，比方我们拥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善用它，而不是完全依靠它？一旦完全依靠它的时候，我们就很想长生不老嘛，对不对？希望这个我能够一直不断的让我们使用下去啊，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哎，如果以中观来说的话，那启发我们的法身慧命是不是就非常重要啊？要能够升观到因缘法的部分，它才能流转嘛，是不是？哦，如果是依在我们的色身上，是不是它就会有生灭啊？对不对？是会有生灭的哈。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来藏啊，跟中观的很大的不同啊。中观来讲的话，他讲缘起性空，是不是还是强调空？但是如来藏呢，他反而强调不空，那个摩尼宝珠哈，那颗摩尼宝珠，就是说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个本性。好，所以呢，它会形成对立的状态。一个有为法，它就会形成，就是说有为法，它就会杂染嘛。我们的有为造作，我们的有为造作，是不是有所执着才会去造作啊？对吧？一旦有所执着去造作，是不是就有杂染的成分？那么我们说这个是客尘所染，染在哪里啊？染在这个如来藏上面嘛。那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去把它空掉的。啊，所以它这个空就等于有点去除的意思，是需要把它去除的。但是这里头的这个摩尼宝珠本身，因为它是清净无染，而且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是无始劫以来就有，而且恒常啊无尽的未来里头，我们一样是可以保有它的。所以呢，它必须是怎样？是不是不空的、啊？反而要强调它的不空哈、啊。所以呢，这里就没有办法说空即不空，不空即空，跟这种染净一如的说法是不同的。它的这个空与不空，是不是比较在现象上啊？这样懂，这样知道吧？啊，比较讲在现象上，因为我们说，哎，正常唯心系它是不是就在相有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啊？啊，唯有这个中观性空唯明系，它是什么？性空，它属于空中嘛，对不对？它属于空中。真常为心啊，虚妄为事，它都属于什么？有中，对不对？它有中是不是就在现象上？所以它要讲不空，它会认为有这个我的，因为相上有我啊，啊，而且它会依，啊，要会变成有所依，啊，会依啊、持啊、建立啊，当作它的能作因，啊，那么但是呢，它不能说是从如来藏里面来生一切法。而是说就建立在这个如来藏里头，清净无染的这个如来藏上面啊，并且呢它会比较是重在什么色相庄严的如来啊，有色的。那么如果中观的话呢，会不会那么强调那个色啊？啊，般若经心经里面是不是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虽然有色，但是强调这个色并不稳固，色是不是终究还是会，色是透过因缘合之后会不会因缘离散？还是会的，离散的、哦、所以如果以中观的角度啊，或者性空唯明系来讲的话呢，啊，就像金刚经啊，佛陀也讲嘛，虽然佛陀啊这个出现在我们世间，它具有32相80种好，但是佛陀也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去着重他的色相庄严，有没有法相庄严？因为那个是不是有生有灭啊？
在色相上头、法相上，是不是还是有他的生灭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应该要怎样，要能够去着重的，反而是法身慧命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金刚经》里不就有一个偈非常有名，说以色见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对不对？反而强调不要去着重，不要去太执着那个什么法相的庄严。但是在这里呢，如来藏反而重在色相庄严的如来，会重在什么有色上头啊。所以这个就是真常唯心系刚开始的如来藏说里头，那么跟中观我们做一点比较啊，做比较来看啊。并且呢，也因为看到了佛陀的色相庄严，那么也会认为说，哎，这个在我们众生的身中也有，所以叫做如来藏，本有如来藏。所以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藏叫做什么？胎藏，胎藏哦。如来为什么能够长得这样色相庄严？是不是如来也必须具有如来的胎藏，之后成熟了变成如此嘛？那众生是不是也应该具有如来的胎藏，将来才能够成佛啊？虽然我们现在色相不够庄严，但是不表示我们将来这个不能成佛。只要我们拥有如来的胎藏，是不是将来也能够成为如来啊？一旦成为如来，是不是也一样色相庄严啊？所以这个往往就是问题就会出在哪，都比较从现象上来看待相有。因为从相有来看待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呢，会认为如来是真实的，是常住不变的。如来当然是无为法的，因为所谓的成佛要尽虚空界嘛。为什么能够尽虚空界？就是因为与无为法是不是相应相继？所谓的无为法就是什么？真理的现象，对不对？真理的现象叫做无为法。唯有真理是无法造作的，其他山河大地是不是也都是有为法所造作出来的？所以呢，以此为信佛者的理想，所以对以前所说的佛法呢，就一一的呢，那么引归到如来身上去了。所以这个在一上面就会有一一，所以下面的都是有一的，这个是不是又落到我们的自性妄执里面的一单一性？我们生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生成的错谬嘛。我们会认为这个我是不是全世界单一不二的我啊，独一无二的我？那这个这样子来看，这个我是比较粗糙的看啊，只是看到一个我嘛。但是这样子是太粗糙了，这个只是看到一个表象上的我嘛，是不是？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哎，应该要怎样来看这个我啊？是五蕴合合出来的我，对不对？是十八界合合出来的我，是四大假合出来的我，并不是一个我，甚至要去破除一个我，对不对？说我们这个我不过只是一种合合出来的现象，是众缘合合出来的现象。所以所谓的无我是不是就是在讲这个啊？是众缘合合出来的我叫做无我，也因为众缘合合出来的我，所以这个我是不是随时在变化的我？不会一模一样的我，每天每天不一样的我，乃至于每刹那每刹那不一样的我，是不是细想身观细想的话，就会知道这个我其实是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我能不能依靠啊？还是没办法依靠的啊，无所是不能去依的啊，因为这个我既然会缘生就会缘灭啊，那也唯有什么透过因缘法它还有机会流转啊，还有机会流转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我们很容易又落到那个实有常住不变呢这类上面，乃至还会落到什么单一性，有没有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自性妄执的这三个特性，其实我们真的当我们的这个智慧不足，其实就会出现。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去除这些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智慧的一旦智慧不足呢，它就出现了所以那么
这个还是落到一上面来。哦，所以一旦说到皈依三宝，那么唯是一一啊，在皈依三宝里头，那么还是会觉得就是皈依在什么佛上面，一一里头一地呢，那么也就是在说四地啊。所以对这种数字多的，我们反而兴趣不大，我们还是会把它归到一个上头去，啊，三归一里头归到一个上，我们就会觉得是就是归依佛。在四地里头还是会归到什么一地上头。那这一地呢，在苦集灭道里头，我们最仰慕的啊，是不是就是灭地啊？最难也难在灭地上头，啊，所以会归到一哈，啊，这个灭地上。所以所谓的灭地它也是无为的嘛，啊，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有为，是不是无始劫以来就养成的习性啊？为什么有为？因为我们第七意识的执着会让我们自那个什么俱生我执，是不是一直让我们有为啊？有没有？好，我们的这个自信妄执，好，我们的自信妄执会使我们不断的去怎样去做有为法。所以所谓的有为法就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断的在下因嘛，哦，不断的在下因的时候，只要有所执着，我们说我们就会去怎样缘生。所以我们说这个缘生是不是执着来的，就会不断的去怎样想要缘生，缘生出什么现象来嘛，缘出相来。但是无为的力量是不是不断的让我们怎样透过时间空间，是不是不断的缘灭？这是无为法哦，这就叫无为法。这个是不是有为的？这是有为的，离散是无为法。时间会不会促使我们不断的离散？好不容易大家聚合在一起，但是透过时间是不断的在离散呢，啊，会不断的在离散哦，自然而然的不断的在离散中，啊，有为无为。所以我们前面也要能够无为到灭而不生，因为这是什么缘灭的力量嘛。灭而不生的话，所谓的真理的现象，它反而是呈现出什么因缘法的什么平等相。我们结合出现象来反而是不平等的相，哎，是不是各现各的相啊，各造各的世界啊，会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是不是都有差别相？有差别相就不是真理的现象。所谓真理的现象反而是一种什么平等平等之相啊。所以这种平等平等之相呢，它是平等的，而且是什么清净的。为什么说清净？是因为它灭后不再怎样缘生，缘灭之后不再缘生。缘生本身是不是都有杂染的成分？好，一旦有杂染，是不是就有差别？有差别就是颠倒相，就不是诸法实相。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这种真理的现象，它本身不仅是平等的，而且叫做什么清净的。这些都是无为法，是无法去造作的，是本然如此的。真理的现象其实本然如此的，啊，那但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去造作嘛，因为我们一直有什么习性，啊，什么样的习性呢？我们说其实是落在我们的什么，是不是在第七意识里头啊？这个部分是我们的习性，生来就会，是这股力量。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能考虑的，我们的考虑都在上头，哎，我们的思考其实在上面，粗浅的思考都在上面。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放啊，这个不去做什么，想的都还想在这上头。但是这个部分它是自然造作出来的，所以我们与生俱来就会有那个有为的什么去合的那股力量的产生。哦，所以呢要达于灭地是困难的，对不对？哦，所以要透过什么，是不是要
透过道地才能够到灭地啊，就是要修道嘛，好，要三学八正道，对不对？要透过三学八正道才能够到达什么灭地，无为法，才能够让我们灭而不再生。好，能够因为透过三学八正道，其实就是让我们放下自心妄执，让我们放下自心妄执的。好，希望能够缘灭后而不再缘生啊。好，好，那在戒上面也是。那么从超凡入圣，其实到最高的境界就叫做什么？如来戒，成佛的境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我一直觉得，这个过程我们就会容易忽略掉。所以我们是不是会发现，当我们落到一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忽略掉过程，我们都赶快想要找，要去寻找什么结果？但是我们说，没有经过过程能够到达结果吗？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反而不容易在因上面去下，而一直在追求果报嘛。苦集灭道，其实因哈、出世的因是不是在道地上？出世的果报才是在灭地，对不对？但是在地上面四地里头，马上落到一地去，是不是就在找果报啊？啊，这个三皈依，佛法僧三宝的皈依。我们也会觉得，哎，重点好像就放在佛宝上头。那这就是，那我们成佛的心比较强烈，就是追求果报的心比较强烈，反而忽略了过程。啊，皈依三宝是不是也要跟啊，等于是也要有法啊？除了佛宝之外，法宝是不是也很重要？僧宝是不是也很重要啊？啊，也要有僧宝的带领啊，指导，对不对？啊，只要有僧宝在的话，三宝才能够具足。才能够这个具足嘛啊，也才有机会来认识什么法宝啊，对不对？这三宝是不是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很容易落到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找那个最就是比较结果的部分啊，对不对？因为学佛皈依三宝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学佛而成佛啊？但是我们就会忽略到法宝跟什么僧宝的部分啊。苦集灭道就是因为我们要出离了世间的什么苦地跟极地嘛，对不对？啊，希望从道地下手之后，是不是才达于灭地？但是我们都会忽略掉这个过程，然后就去急求那个什么果报。好，那在这个戒上也是啊，戒啊，超凡入圣也是一个果位，出第二地、三地，一直到七地。啊的无生法忍之后，是不是才有八地、九地、十地，乃至到成佛？啊，但是在戒上头，我们就马上希望能够到如来戒了。啊，过程我们比较不熟悉，乃至我们没有去下功夫。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才是更重要的？啊，其实才是更重要的。那一圣里头，啊，其实像导师在成佛之道里头，是不是告诉我们要先从五圣共法到三圣共法，然后才能够到什么？大圣不共法嘛，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啊，在这五圣里头，我们会觉得会很容易就马上落到什么一佛圣上头去了，啊，就是比较不知道它的过程。好，啊，那在涅槃也是啊，啊，涅槃有个人解脱的小涅槃，对不对？一直到成佛的究竟大涅槃。那但是呢，我们如果在追求涅槃，我们会以为就是成佛的大涅槃，啊，过程我们容易忽略，啊，然后呢，生佛一如啊，因为信仰果德，尤其我们在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虽然它是个胎藏，但是我们会希望马上最好，啊，即是啊，今生开悟，即是成佛，有没有？是不是我们这种心也是很容易就出来的，啊？那生佛一如，希望我们赶紧，既然具有佛性，那就要赶紧成佛嘛，因为成佛才是究竟圆满啊。哦，那是不是也是忽略了这个过程啊？啊，就会忽略掉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好，所以这里讲到初期的如来藏说受法华语华严的影响极深啊。那为什么会受法华跟华严的影响极深呢？因为法华里头一直讲会三皈依，归到一，那
过程我们反而容易忽略哈，不是法华或者华严的错，而是我们凡夫众生容易把它怎样简略，然后追求结果。哦，华严讲的是一真法界，是成佛的境界，有没有？成佛的境界，那么我们会对成佛的境界有所仰慕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掉我们到底如何成佛。这个成佛的过程是不是非常的遥远的一件事情啊？啊，因为成佛是一种果报嘛，那一定要透过耕耘。啊，所以初期大圣会不断的讲说，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行菩萨道是不是才是最究竟根本呢？成啊，要一定要透过菩萨道才能够成佛嘛。啊，但是当我们急于成佛的时候，我们就忽略菩萨道的重要了。啊，就容易忽略菩萨道的重要。啊，尤其我们说我们汉传来说的话呢，我们比较好简好圆好顿，更是如此。哦，容易去简化了佛法，那其实是很可惜哈，就比较没办法去感受到佛法的那个可贵。所以我们说所有的解脱涅槃一定要透过初分别到细分别，是不是才可能根本无分别啊？这个都还是第一个阶段的，还只是这个超凡入圣的第一个阶段，才开始登上初地，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一定要透过种种的分别，而不是简化。那这种分别一定要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的啊，来学佛，如何的去实践佛法嘛。啊，但是一旦简化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过程就常常是忽略的，结果就会想要一步登天呢？啊，那就难免会跟什么这个佛范哈，天佛一如也有可能，对不对？虽然现在这里只有讲到生佛一如，其实最后还是会跟什么，会跟天道结合到一起，到一起去，因为一步登天嘛，必须要去跟什么神道会结合了。好，哦，好，所以这是如来藏说的一个特点，尤其在初刚开始萌发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他是不是已经落到这个我单一啊，还有就是这个有色啦、不空啊、有所依啊，这些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前面中观讲的那个味道已经有很大的差距啊？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应该要去怎样去分辨的部分啊。好，那么在如来藏说的流行当中呢，也会跟自性清净心，也就是心本性清净呢，就会去做结合。啊，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如来藏，它是清净的啊的摩尼宝珠，有没有？所谓摩尼宝珠，它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啊的这种清净的宝珠。啊，就说这个宝珠越清净，是不是越珍贵啊？啊，越珍贵。那这种清净呢，就会跟我们的什么自信心，啊，自信清净心呢去做一些结合。啊，那么在摄曼经啊，这些摄曼经啊，不增不减经，这些都属于真常唯心系的经典哈。摄曼经也称如来藏为自信清净藏，啊。又说自性清净心呢，难可了之，彼心为烦恼呢，亦难了啊。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性本净，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在原始佛教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过，他的那个就说，当然就说他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其实是起得很早，但是这个到后来把它发展到跟什么如来藏做了结合，啊，做了结合，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自性清净心来讲的话是不容易去理解的，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杂染的心比较多，啊，但是呢这里也讲到说彼心为烦恼染呢亦难了啊，啊，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心还是那么样的烦恼？虽然我们的应该说本性是很清净，却是我们的心非常的怎样烦恼。哦，那以如来藏的这个系统呢，就会告诉我们说，哦，这个烦恼其实是在外面的，是外烁的，不是里面的。里面应该是清净，外面是染在外头而杂染嘛。哦，那在《不增不减经》里头，哈，哦，也讲到，我依此清净真如法界，为众生故，说为不可思议法自性清净心呢，啊。哦，也就是说这个我，哦，也是依着
依着这个如来藏，清净的如来藏啊，那这个清净如来藏也就是清净的真如法界。那么也因为是为了众生的缘故啊，来说明这些不可思议法的那种自信清净的心。那么表示说他这些的其实是结合在一起。那其实我们说在奥含里面哈，增益奥含里头已经讲嘛，心本清净为课程所染，已经讲过这样的话啊。那只是说这个到如来藏说的时候，他会把它怎样不断地引出来。那么这个在大众部分别说部系里面的颂本里面啊，就会不断地出现。因为像大众部分别说部，他们会比较用增益奥含。那说一切有部呢，它比较严谨一些啊。说一切有部，它用的是什么杂奥含啊，用的是杂奥含。所以说一切有部里头并没有这样子的讲法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心本清净为课程所染，在原始佛教增益奥含里头是不是早就已经出现过了啊，只不过到了如来藏说的时候呢，大大的去发挥它，啊，所以在部派当中哈，啊，那么如前后一觉论者或者一心相续论者，本性，啊，心性本净的这个分别论者来讲的话，啊，早就已经主张前后心相续是一是净，啊，也就是说，在部派当中其实也在讲我们的这个心是前后相续的。我们的念头是不是一念接着一念啊？一念升起灭了之后，又一念升起又灭了，又一念升起又灭了。我们的心其实是不断的在生灭当中哦，啊，而且是延续的啊，是前后心相续的啊，是一是净的啊。如果到本，就是说比较讲到那个深沉的本性来讲的话呢，我们都还是啊会认为说，哎，其实心啊心本清净，所以这里说心净本净为烦恼所染，与本有清净如来藏而为烦恼所染，意趣非常的接近。哦，本来只是讲心性本净，心的特性它本然是清净的，啊，跟到我们现在这个后期大圣是说，我们拥有那个如来清净的如来藏。清净的如来藏它本身是清净的，啊，它的意趣非常接近，所以所谓的如来藏也会被称为叫做自信清净心。自信清净心呢，也是会结合到一起来的，哦，啊，所以呢，在十一之十页啊，第十一章，那么第十页这里，我们一看，如来藏而称为自信清净心，与真我还有真常心的思想就怎样就合流起来了。啊，就会结合在一起，啊，因为如来藏是不是很强调这个我，啊，而且呢，它还是恒常不变的，恒常不变，所以它是又是跟真常，所以叫做真常唯心系嘛，啊，思想合到一起来，所以论师们就是引向心性本净，它的根源是因为从心性本净，当时。这个原始佛教讲心性本净的时候的这个心性本净，并没有说它是具有一颗摩尼宝的宝珠嘛，啊，这个如来藏并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会讲说，哎，心的那个很深的部分，其实它是清净的哈，啊。那所以这里说如来藏是真如的义名，而色相庄严的如来藏我呢，仍在神秘通俗的信仰当中怎样流行起来了。啊，等于说我们是具有这颗这个如来藏哈，啊，它就如同是真如，啊，等于说我们去感受到真理的世界叫做真如的这个，其实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胎藏就来自于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又是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哦，那也透过这个如来，因为有如来的胎藏，是不是就有可能成就如来啊？成就如来的话呢，自然就会怎样色相庄严嘛，啊，那这样子的一些思想呢，就是他用我们会比较用简单的譬喻来想象这些啊，那但是呢，在做的过程中的那个次第就没有那么样子的明显，所以呢，那到底如何从如来胎藏到成佛啊，到
成为如来，那么因为过程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就难免有很多自我想象的部分哈、哦。再加上这个部分呢，会跟信仰的成分比较接近，因为理论少了嘛，是不是就要靠信仰了？哦，在佛教来说的话，其实佛教并不是没有信仰的，只不过佛教的信仰很特别的哈、哦，跟其他宗教这个不共的地方在哪里、啊？理智的信仰，是不是应该理智的信仰？哦，其实是应该理智的信仰。那这种理智的信仰，如果是深入空，啊、哦，深入空义，乃至到缘起性空，那这个是还，这个就是理智，啊、哦，理性的信仰，它还是有信仰的成分呢、啊，对不对？这个性空为明系的经典，也不脱离信仰，但是是不是非常的理性的，中观是不是非常的从智慧下手的？啊、哦，是结合在一起。那么，所以从智慧下手，也就是说我们会比较清楚它的那个什么次第、过程嘛。啊、如何从我们凡夫到超凡入圣，啊、到这个所谓的超凡入圣，就是登了初地，是不是到实地，是不是都有一定的次第啊？啊、然后我们还要确信呢、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成分，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构成我们所谓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啊，对不对？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里头也告诉我们要有信愿的心，有没有？之外是不是就是慈悲与智慧啊？学佛三要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当我们的这种智慧不足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比较归在信仰上啊？啊，完全归在信仰上，智慧不足的时候就难免神秘通俗。啊、因为不知道次第的时候就只好自己想象，信仰的成分又很深的时候呢，啊、那就会比较神秘化，啊、那当然说以信仰为主，它也容易推广，反而理论深的话是不是不容易推广啊？理论深是不是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啊？它就是几乎要放在佛学院或佛研所去了嘛，对不对？在通俗的大众演讲中，是不是就很难去体会这个部分？我们要讲到这个部分，是不是也都是长期的这样一直不断的讲过来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后期大圣啊，其实他会不断的，一方面这个在那个慧学上已经在衰败中，信仰的成分呢加重了，啊、哦，那就难免神秘。虽然呢啊、哦、这个通俗化哈、哦，但是问题会比较在神秘上。本来大圣佛法就要深观而广行嘛，但是因为现在深观的能力是不是变差了，都变得很浅观的话，就会通俗。其实广行是很重要，大圣佛法它是不是应该有广行的特质啊？本来就应该有广行的特质，大圣嘛，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啊、应该是广的，但是因为那个观的能力差。啊，因为为什么没办法升观？因为理论的基础不足，啊，过程没有讲清楚，我们是不是就不容易？啊，我们各行各业要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是不是都是理解各中的那个三昧啊？啊，理解各行各业有很多不同的差别嘛，对不对？所下的功夫当然也会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部分要能够啊。要清楚明白的话，那么其实是要去下很多的功夫。这些功夫，不管是医学或者，文学各种，是不是都要下很多的功夫？都是在那些细密的里头去要下很多的功夫。那之后是不是自然会有成就啊？才能够有所成就。如果我们不去下这些功夫，你说这种想要有成就，那是不是只好用妄想的方式啊？再加上宗教本身有信仰的成分，我们的妄想成分又更高的时候，其实，啊，会难免啊神秘而通俗，那这样子就会失掉了佛教的特质，啊，那就非常的可惜，啊，好，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